这是金逸林为 LibriVox 点 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珍，2006年8月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一，第40首是《子夜四时歌》下歌，作者李白。镜湖三百里，汉淡发荷花，五月西施采，人看恶若耶。回舟不待月，归去月王家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，